扑克找千算，大家好，这里是千算 Poker， 我是梅小板。前两天呢，我们学员问了我一个问题，小板，我最近遇到一个风鱼，喜欢用10BB 来开池，范围倒是比较紧，估计呢只有10%左右。然后进去以后，不管什么情况，它都会满池满池打。这种情况，我们翻后应该怎么剥削他们呢？怎么打风鱼？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多同学都或多或少曾经被困扰过。我们最希望对手过牌，然后被我们欺负，而不是一枪一枪的不停向我们发动进攻。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讲一讲如何针对这些风鱼玩家。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件事情，给某个玩家贴标签做标记，应该通过他们的行动或者数据，而不是你的主观感受。因为我们是要从一开始就标记错了，那么随后的调整就会出现问题。举个例子，我们先来分解一下刚刚学员提问中提到的那只风鱼。10BB 开池意味着它的开池偏大，范围10%呢，又意味着它的范围是偏紧的。全范围下注意味着它翻后的下注是偏多的。这个玩家封主要是封在它翻后不管牌面无脑下注满池，这个呢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说这种玩家真的是鱼吗？我倒是觉得未必。如果我们单独看它的开池尺度和开池范围，我们都会觉得它打得不太对。但是呢，如果用这个 10BB 开池搭配一个10%的偏紧的范围，就突然合理了起来。在某些偏弱的环境下，这么打甚至还是一个不错的剥削策略。如果你有不错的 GTO 基础，你甚至还会发现，由于范围偏紧，在面对并不会做出多少调整的对手的时候，翻后他就是可以全范围下注满池的。为什么呢？因为范围缩紧就会导致在很多牌面下，这类玩家的权益会变得非常非常高，并且一旦击中，他的踢脚通常来说都会比其他玩家强很多很多。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风鱼可能更接近一个比较会玩的警凶玩家。我们口中那些更典型的风鱼玩家，应该是范围又宽又弱，翻后打得又重又多的情况。那么我们怎么剥削这类典型的风鱼玩家呢？首先面对他们，我们在翻前要尽可能的通过三倍来直接剥削。如果要平根，我们也可以用 A 叉同色、小对子和高张的同色来选择平根入池。值得注意的是，像5667这样的小同色连张并不是对抗风鱼的好选择，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有权益、更稳健、踢脚更大的高张。如果我们进入了翻后，在假设对手会无脑进行全牌面全范围满池下注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这里的答案是不要跟注，我们要加注。我们要知道，风鱼带着一个极宽的范围下注，就意味着它的范围中包含了大量的垃圾牌，根本无法抵抗加注。虽然它确实会歪中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两对，但是呢，和总体的比例相比真的不算高。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把所有顶端的强牌和有后门发展空间的高张听牌都加注出去，攻击它偏弱的范围。如果我们加注被跟住了，在转牌开始就要分裂我们的下注范围了。我们可以把顶对和听牌主动打出去，如果遭遇了加注，那大概率是被风鱼歪中了强牌，可以根据你对它的识别来选择弃牌或者跟注，同时也可以用两对及以上的牌力来过牌埋伏，去惩罚风鱼在转牌一个潜在的过度激进的漏洞。你会发现，针对风鱼玩家的时候，我们自身也会被迫的激进起来，这就会导致我们很容易打光一个底池，从而增大波动。但是为了最大化我们的收益，这种波动可以说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得学会理解波动，拥抱波动。那句话说得好，狭路相逢勇者胜。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学扑克找千算，这里是千算 Poker， 我是梅小板，我们下期视频再见。We brought you here to.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哈萨克斯在官方中解说乔治带大家看7月20号的手牌进行解说。那这里是有 Jungle Man 第一手牌勾圈杂色在枪口位开池。
Sashimi 圈食红袍，有利位置去跟住 Retinue 的二六杂色，这个牌是不是踏马位太差了呀？那翻后的双方单挑，翻牌四五六，跟两个人的手牌肯定是没什么关系的，同时他跟江国曼这个枪口位开始的关系也是不存在一点。转牌一张圈，两个人都中顶对，江国曼继续的过牌， Sashimi 觉得转牌中顶对去打一枪，江国曼继续 call 又合牌一起中三条，这下 Sashimi 可能觉得自己大了。有点尴尬了。那这里 Sashimi 打了一枪，江国曼这个勾的踢脚其实也有一点担心吧，也就只是去 call 了。他可能也担心 Sashimi 在这里有一点点 set， 或者说有比自己更好的圈吧。我这里 Sashimi A10 桃花的三半 Brittany 的 AK。那感觉这个后手八千三 ，Brittany 应该只有一个动作了呀。Maybe she's trolling now. All in here between Brittany and Sashimi. Sashimi just joking about how she and Brittany's style was to play all in pots. 还在问啊？还在问啊，你是什么？两个人都在骗，还在骗呀、啊，还在骗。五姐发五，两边。三边好像不太能发呢，我也觉得三边不行啊。I thought I heard Sashimi say they're running it twice, but I guess they're just running it once, which is. 现在开始发一次了是吧？刚刚不是发两次吗？ Oh, there we go. There's a second run out. 第二次好像有一些潜在的顺子，没了。只能发十了。对，但这里如果发一个工队，上面还要分这个啊，没了。Britney's king will play. King will play. Oh no, king play. So we'll chop this off. You're like, oh, I don't know what more means. The king play or chop? Art says two time. What fuck boy?那这里是江国曼一手 A 圈面对 Brittany Cutoff 位置的九九 A 圈标准三败打出来吧，但他这一下好像是单挑啊，没有后面，我想是这里怎么突然后面人牌就不显示了，很奇怪。 Straight call 你这个牌勾圈杂色没位置啊，想办法了啊！这里勾圈杂色怎么能打出一个四 bet 想办法出来啊？这么神奇吗？那这里勾圈肯定是要 call 了呀。这里张国曼其实这个 A 圈还比这勾圈好呢。四遍。36k pot。江国曼说：“我还在聊天呢，你们在啥情况？”哎，哇，这个河牌掉一张勾有点致命啊！朱清姐，这什么圈二红桃是吧？高低张的高低张的结构牌，哎，翻后有中了。然后中了一个买圈花，张国曼这里圈九有一个后门花加前门卡顺。张国曼怎么最近现在打牌变成这种碎碎念的风格了？好奇怪。
check out Michael's podcast, Race Through the $5 Blind Level, Crush Like Poker. Thank you for the super chat. 3-point 也过海。Checks around here on the flop. 整盘张三没啥关系啊。Brittany 买花零打。And Brittany with her flush draw stabs the turn. 让我们花顺双抽变成只有买卡顺。合牌买到了。三千三，你是打了2000，底池不是很大，打的算是比较重了。但是对江公妹，他也要想自己去找什么牌，因为对手牌不一定很强啊。来了，找对手十攻两对吗？但这一排只要蕊出来 Brittany 肯定也是没抵抗能力的。感觉 Mariano 好沉寂啊，都没他啥事儿。确实这刚说完 Mariano 比较沉寂，这个牌要来了。 Brittany 勾圈杂色 button 的 open，这一个抓位 A 圈杂色三败打出来，去 coin K 十复牌，有位置勾圈防守。哦，翻牌一起中圈，但面上有个 K 的帽子。这个面对于这里做。我刚想说，对于 Mariano 他那个地方三败的范围还可以的，但这里 Brittany 他中队已经不想想了，打一枪就直接 all in 了。Mariano 甚至第一枪去打挺轻，他就打了2000。这里这个牌感觉 Mariano 感觉他特别像 K 圈 Brittany， 他输什么就输 K 圈，输 K 勾，输。如果是 K 圈会打得这么着急吗？我觉得挺奇怪的。这里五五和 K 圈我觉得都不着急啊。哦，这里现在有一个卡顺的出路都可以。没。